再走回来，你前面要有，所以你这边的圈要，这边的圈要足。来，那个六，这个圈啊，你看，这个过来到这边啊，这个圈，这个圈过来它就有圈了。这里的圈，你看，我这里拧转的圈有，它那边就有。我这边你看，我这边做这个，它就有了嘛，它就有难了，是不是？我做这个它就有扳了，你看，是在这里。所以我把支点放大，我把支点放大，圈就大；我把支点放，你看，圈就大；我把支点放小，圈就小。这边是一样的。所以你这个地方，你不光是这样，你不光是这样，它要有这个东西，它要有，这个，比如说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手指跟手腕，要有这个进出。所以你要做到那边小小圈。前面大圈，